轻轻地轻轻地唱，轻轻地说，说你的梦想，不管明天。那高透的亚克力盒呢？加入液体胶水，加入热水，红色色素，甘油，加入硼砂水，少量多次加入啊，多加几次。小蛋成型，加入活动眼睛，再加一些，眼睛史莱姆就做好了。加入液体胶水，加入镂空的亮片，加点橘黄色色素，甘油，加入热水，搅拌均匀，加入硼砂水，搅拌至不粘手状态，搅拌至不粘手状态，完成了这个球。给大家做的水晶泥魔方，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，就是用这种水晶泥做的，刚刚做的水晶泥做的，然后把它一点点的掺进去就可以，一层一层的。这个盖子是高透的，所以特别好看。给大家做的旋软蜻蜓，下面来发教程。涂一个肉粉色的眼珠，涂上绿色的头部身体，涂上荧光粉色的翅膀，入水晃动出来一个手工蜻蜓。